团建不去的啊，每人交500。周末团建就是变相加班，你不给我加班费，还想让我倒贴？不去。团建是为了凝聚大家的，是为了让大家放松的。有的人并不识好歹。周末见不到你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放松。吵什么？总裁，我没好，拒绝团建，一点没有团队精神，特别难相处。那你是想让我夫人迁就你吗？想要增强凝聚力，直接发钱不就好了？以后公司团建经费直接转成红包，打到大家账户上。下一个工作日大家放假去露营吧。美好，我马上去山区做慈善，就不能送你上下班了。给你在公司旁边买了套房，这几天你就先住那吧。没想到罗美好这个旧车小妹还真当上总裁夫人了。总裁爷爷才是沈家真正的发誓。如果我能得到沈董事长的认可，谁当总裁夫人还不一定。董事长都隐退了呀，我们一直都没见过他。沈董会来微服私访，我一定要赶在罗美好之前搞定。该来了呀！哎呦，我的鸡蛋！嘿嘿嘿，哪来的乡巴佬还敢碰瓷儿？跟你说啊，你找错人了，我孙子就在这楼里上班，这整个楼里的人呢、都在这手里混饭吃呢。他一定就是神的。我没碰瓷儿、我有看见了啊，就是你故意把人车上撞，还说没有。老爷子，让你受惊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姑娘，我受伤了。滚开，笑话。哎，9年义务教育怎么把你给落下？说话真能说。爷爷，我送您去医院吧。谢谢啊，我的鸡还没拿，那可是非洲金属鸡。真是个穷鬼，连个破鸡都舍不得。没事，爷爷，我帮您背。爷爷，我帮您联系一下家里人吧。我孙子在山里呢，没信号。爷爷，你们一家也太无聊了。你今天晚上就踏实住在这儿，我照顾你。你们不能住在这儿。哎呦，一股鸡屎味儿，臭死了。你嘴巴这么臭，要不要在医院直接帮你挂个口腔科呀？爷爷，今晚我留下来照顾你。哈哈，有的人可真是啊，张口就来，什么都没备怎么陪床？不像我。爷爷，我今天特意去买了卸妆油、洗面奶，还有润肤露呢。我有一支 C 卡白泥洗面奶就够了，卸妆、控油、洁面它都可以。就算没有你那些护肤品，我也可以随时随地保持好状态。这洗面奶都这么牛了，我也要买。哦，这都卖了几百万单了，可以。这图有点麻。爷爷，我自打见着你吧，我就觉得我跟你特别有缘，我给你当孙媳妇怎么样？好啊，等我出院以后啊，把我孙子介绍给你。爷们店盖章，罗美好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滚蛋吧！凭什么？就凭你的总裁夫人啊，多大牌呢？你能不能把你脑浆子摇匀了再跟我说？罗美好，今天我10之8九，还跟我动手啊？你敢碰他试试？总裁，你护着他也没用，我现在可是有董事长听我说话。我爷爷，听我说的，我可是他亲弟子。别配进我沈家的门，罗美好才是我认定的孙媳。一个养鸡的乡巴佬，这也轮得着你说话？你闭嘴，这是我爷爷，也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那个老公，姑娘，我把孙子给你带来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全公司的人都在你孙子手底下混饭圈。是啊，他就在你公司打饭，你想吃什么，咱多给你盛点。我看他吃不上这个饭了，一个见人下菜碟的人，不配待在沈家集团，带下去。你别动手，我知道。爷爷，您都是董事长了，为啥还要养鸡啊？开公司多没意思，养鸡才是我的人生理想。我决定送你10000只非洲金属鸡当彩礼。10000只鸡，那是多少钱？不多，也就2个小目标吧。哎，美好，